同来市近日出现了罕见的海市蜃楼，整个自然现象由晚上7:20开始，历时近一个钟。海市蜃楼出现时，有差不多10,000人看到蓬莱上空在晚间出现海滨城市的情景。专家表示，海市蜃楼一般出现在春夏或者是春秋之间，天气晴朗的日子，而出现原因是由于海水和水面空气层的温差大，光线通过密度不同的气层时，就会出现了折射或者是全反射的现象。亚洲电视记者苏美华报道。两岸点滴的时间够了，用了整整